我们每天都是风吹日晒，生活比较艰辛。反正是为了小孩，为了家庭，我还是愿意支撑。当然，小小能够得了第一项来历，但久久久久呢，他体力就已经马上那个松懈了呢。 哎，没人做，弄弄断了，一点胃癌有点很不够。我试过就也一公里的很多人容易一点，那个就可以。说你的身体有点亏了，当时我就哭了，我说这。你没看到那种场景，看到你都怕了，而且一都受光了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，慎重施工交，暂停运营。 疫情期间的话，很多地方的扶贫产品就滞销了，真的是很愁。